你好，这边我要来向各位展示如何去做购买课程动作，然后呢，要在哪里可以看到怎么分期？那这边呢，如果要用信用卡分期的服务，记住只需要去点选购买，然后一路一直走到最后就可以做分期了。我们先到这边注会员注册，这边您先要去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呢，注册你可以直接选用Facebook 账号来做登入，那你可以选择加入会员，OK，那你选一般会员，然后加入之后呢，我同意，你可以用 Facebook 账号做注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之前已经用 Facebook 账号做注册，所以我直接用 Facebook 账号做登入。登入成功之后，记住到课程，OK，我们现在你选你想要的课程，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岁末年终有一个特别优惠的计划，这半年的费用。拉到最下面，然后呢，这边写立刻报名，写结账去，结账去之后就开始结账，然后呢，这边就填写一些你的，比如说个人资料，然后呢，这边再放上你的 email，这边填写，这边你如果需要统一编号、统编抬头、地址可以写，收据我们会寄给你，所以记住这边麻烦你们写上地址。OK，写上你们的地址哦。写上各位的地址之后，然后到下一步，再往确认结账。确认结账之后，它会跳出一个自付通的一个页面，就在这边，你可以选择哦分期，你自己可以选三六十二期，OK，建议三六期比较好一点，OK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，然后填写这些资料。你就可以去做分期付款的这个动作。以上就是如何做结账及如何做信用卡分期的一个影片介绍，谢谢。